给你看一个好玩的东西，这个有见过吗？一根铜棒，好，上面有四个珠子，这是我在出去玩的时候带回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。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就被它吸引了，但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搞懂这东西为什么这么神奇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这边这两个珠子是被这条线连着的，对吧？这边这两个珠子呢，绳子很短，你没有办法拉。但哎，你帮我把手拿出来，捏着这个珠子，下面这个珠子，对，你往下拉，你会发现你拉的时候那个珠子跑过来了，但我在拉的时候又拉回去了，因为明明这根绳子就是他们俩之间连的。但我拉这个，哎，它过去了，我拉这个又回来了，拉这个又过去了。但拉过来以后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绳子又变长了，这个绳子又变短，我们可以再把它拉过来，这边又变长了，你再试试拉这个，拉到头，哎，还是能拉过来，或者把它再拉回去，拉过来，拉下面的，拉上面的，拉下面的，这边过去，拉上面的，那边过来，哎，很奇怪。但你看着这个绳子是这么长，它有的时候还可以变成一样长。确实两边都没连着的。啊，你可能觉得这个管子中间有什么，对吧？连着的。扒开给你看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来，这样你把手伸出来，中间没有什么鱼线，没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连着，对吧？咱们再把它拼回去。把它放进去，发现，来，这边连着。这还是连着的，奇怪吧？